是三叔，不，刘站长，副的，刘副站长，您看，我就按照您的吩咐，最近闹的这些事儿，效果还不错吧？你瞎说什么？我那是让你去找罗强去讲理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明白明白。哎，你说。又来了，你拿什么东西？哎，一点小心意，一点小心意。行吧，你说吧。啊，那什么，就是我家小楼那些手续的事儿，能办了吧？你说这要万一真给拆了，我那些违建不就拿不到补贴了吗？哎呀，哎，我不都是答应你了吗？ 你说你老反复的问我，我跟你说，等我什么时候把这副子拿掉，真的当上镇长了，我问你，这算个事儿吗？对吧？不算事儿，不算事儿。那您说，我们现在是接着闹啊，还是就这么着？我是真有点怕那个刘军。 告诉你啊，你怕什么？对不对？你就是个普通的村民，只要你不犯法，谁能把你怎么着？啊！听我讲，以后呢要闹，继续闹啊！真的闹啊！闹起来！那行行，我知道啊。行，你放心吧，你那事儿我放在心上了啊。 肖局准确吗？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嗯，廖书记，我刚刚听说了一件事儿。啊，你说。肖局准确吗？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嗯。哎，你好，我廖俊波啊。今天啊，我特地把老杨请来给我们出出主意。这几天大家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啊？廖书记，您指的是什么消息啊？行了，都别装了。咱们镇河经济开发区没批下来，这是要黄了，对不对？ 廖书记，我觉得事情应该还会有转机的。对，而且呢，这也不能否认了，我们之前所做的工作，啊，这段时期啊，省里的口扎得紧，哎，但是我们今后还会有很多的机会呢，啊，廖书记，你可要想开点儿。哼，老丁说的对，我们之前的工作不会白做，而且以后的机会会更多。但是我觉得。 咱们还应该按照之前的计划继续做下去。哎，这谣言它就是谣言。我对园区建设信心不减，我问过领导了，领导已经否认了这个谣言。但是啊，我细一想，这个谣言来的正是时候，可以说是天助我也。这下行了，我们在政府里面算是有了眼线了。 他要了什么价啊？行贿固然高效直接，
但风险也大。我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。根据需求层次理论，人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需求。我恰好找到了他最大的需求。你是说刘远想做镇长的事儿？董事长英明。刘远现在最大的需求呢，就是自我实现。他想把那个负字去掉，所以很需要我们的支持。罗强跟新来的县委书记死心塌地的，可谁不知道啊，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，刘远也早有心代替罗强了。镇河的经济开发区批不下来了，把这个消息放出去，越快越好，让更多的人知道。廖书记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们怕这个谣言吧？可是那些贪婪的人比我们更怕这个谣言，他们不是想抢在我们之前征地吗？咱们就将计就计，给他来个暗度陈仓。哎呀，老廖，老廖，看不出来啊，你真是一个狡猾的猎手。面对狡猾的狐狸，咱们啊，必须比狐狸要更聪明、更狡猾。那征地的工作，就先摸摸底吧。老杨，这个你说的太对了。战斗正式打响之前，我们必须要做好所有的准备。但是呢，动静不要大，我们可以先召集村干部私下聊一聊，摸摸底子。只要敌人一撤退，我们马上进攻。怎么样？我同意。那行了，来来来，喝茶喝茶喝茶。来来来来，贾文呐、安插刘远这颗棋子，一来可以第一时间知道他们这些人的动向，二来嘛，可以借黔东建旅游小镇捞一笔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为我们将来在开发区征地的事情再加一把火，你可一定盯紧啊！董事长放心，虽然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但是我现在的手段不断的在多样化。我已经拿了不少地了。喂，刘镇长，什么好消息啊？没什么好消息和坏消息，我就想告诉你，开发区那事儿肯定要黄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有问题随时沟通。董事长，刘远来电话说，县里边传来消息，开发区的事儿有黄，省里不批了。咱们那些房是不是得赶快处理了？此事重大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喂，啊，您好，您好。我想打听一下，郑和开发区省里最近有没有什么新消息啊？啊？真有此事啊？哎呦，当然当然，您当然不能确定，小弟完全明白。哎哎，哎，再见再见，哎，拜拜。怎么说啊？说是没正式下文，我在考虑啊，这个险到底冒还是不冒？董事长，真正成功的冒险，得承受得起损失的前提下做的，
这个险我们冒不起啊。那些房子如果一旦砸在手里边，连茅坑的钱都不如啊。我们这艘大船还得指着董事长您呢。好吧，撤。好，慢。还有一支箭需要放出去。明白，明白。那20000块钱就落在这儿。陈浪先生，陈浪先生，什么事儿？无论是自然界，还是人类社会，还是人的思维，都是不断的发展、变化、运动的，没有什么事物是一成不变的。譬如说，我的钱在哪儿啊？钱？在这儿，等着。都在这儿，好好点点。老先生，再会。罗镇长，您找我。哎，进来。最近这上面在搞古镇修复，缺钱缺得厉害。咱们好不容易搞起来的发展大计，千万不能因为缺钱而拖慢了脚步。这10000块钱是我先借出来的，先拿回去垫上。罗镇长，这不好吧？没关系，先拿过去吧。那好吧，您先忙。罗镇长，哎，请进。我是常子轩。哦，你就是那个建筑系毕业来实习的大学生吧？对对对，欢迎欢迎，这是想啥来啥，走。现在跟我出去转转。现在？对，走。怎么样，看出什么名堂了没有？镇长，您看这块石板少说也有300-400年了。我突然有一个想法，咱们的古建修复，我建议先从这些路面上的石板开始。我想先把全镇所有路面上的石板做一个统计调查，然后修复这些断裂的石板。只要石板一修好，我们就算是有了古路了，可以说是我们特色小镇的一个大特色。可以可以，你先做个调查方案，有什么需要都写在上面。好。哎呀，老罗，我找你找半天了，你在这儿呢。小红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跟你说点事儿。你没看我忙着吗？哎呀，两句话的事儿，很快，耽误一会儿啊，马上回来。好好好，走了。来，走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非得现在说？哎，咱们家那50000块钱呢？今天我要取出来，我有急用。干啥？你看啊。我这几天不是在柏老板的店里帮忙吗？在他那儿啊，我也学到了不少经营店铺的门道。我就想啊，我正好可以发挥我的特长，利用我的手艺，我开一家小葛店。开店？对呀，店铺我都看好了，不大。租金加上桌椅带上灶具的钱，省着点用，50000块钱刚刚好。不是，你这些天吞吞吐吐、磨磨唧唧的，就是要开店啊？啊，这不是好事儿吗？我靠我自己本事赚钱。哎，再说了啊。当初是你跟我说的，我有特殊技能。要是没有你的鼓励，我还没这么大信心呢。哎呀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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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为什么不行啊？哎呀，我说不行就不行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？回家去，回家去。不是你要干嘛呀，罗强？哎呀，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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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回去回去。走了。镇长。我可能不太知道情况啊，但是我刚听嫂子想法挺好的，愿意开就开呗，为什么不让？再说咱的特色小镇也确实需要这种特色餐饮嘛。哎，你不知道，你嫂子说的那50000块钱，被我拿来用作古建筑修复垫资了。啊？进。董事长。哎呀，钱大部分追回来了。送财务去啊？搬我这干嘛？
我被短暂的胜利冲昏了头脑，我这就去。慢。另外那支箭放出去了吗？哪支啊？澳门那支。廖俊波让我们在地皮上吃了亏，这回一定让他亲手把钱给我们找回来。这就去。好。干嘛呀？我先给你承认个错误啊，今天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对。不过，我跟你说个事情啊，咱先说好了，不可以生气啊。我之所以不同意你去开店，那是因为，那50000块钱，被我拿去做古镇修复的垫资了。你先别生气，别生气，这是垫资，回头这钱批下。是吧？你一个月拿着4000块钱的工资，你要么不着家，要么回家吃现成的。家务家务你不做，孩子孩子你不管，我说过你什么吗？我错了，对不起啊。为了那点破工作，你花5000块的运动沙盘，我抱怨过吗？我忍着，我忍着，我咬碎了牙，我往肚子里咽。你呢？你欺人太甚了！你行行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不该瞒你。分家，我不跟你过了。哎，老婆，离婚。告诉你，罗强，我跟你离婚。哎，老婆，哎，老婆，喂，啊，白总要来考察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我明天亲自接待。哎，好，哎，老婆，朕，怎么样？听说外地来的客商这一两天就要到了。罗强这次很有可能招商成功。哎，你说这罗强，他哪儿来这狗屎运啊？哎，这下我们竞选镇长恐怕要落下风了。哎，让我知道，你先忙去吧。这个还得麻烦您签一下。没跟你们开玩笑，我告诉你们，镇上马上可就要开始动迁了。扒咱们的族，那就等于是扒咱们的祖坟啊！啊，是不是？是是。所以，我们绝不能让这个黑心的罗强镇长得逞，我们得找政府去说理去。评理去，评理去，到底去不去？你们给句话。去去去。那行，那说好了，到时候。咱们还就在这儿集合，啊！喂，听说你有个好朋友要来，我哪来的好朋友？那我就给你介绍一个好朋友，澳门来的客商。介绍客商？好啊，太好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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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大姐，先看看，这是我们今天特意为宣传黔东做的宣传手册，你俩先看一下。今天啊，是我们黔东镇建设特色小镇的宣传日，为了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黔东，热爱我们黔东，积极的参与到黔东的建设中来，我呀，现在给大家讲一讲我们黔东的人文文化。哎。廖书记啊，我正要找你呢，大好事儿。什么事儿把你高兴的？前几天呈到市里的文件，给黔东镇申请古建修复，帮他们发展旅游经济。市里同意了？岂止是同意呀，给钱了。哎呀，市里说了，咱们上次搞的那个小葛大蒜办得好，市里对我们非常有信心，所以这次直接破例给黔东镇古建修复发了专项补贴。太好了。
这可是大好事啊！哎，马上通知秦东镇，让他们把规划送上来。这好不容易弄来的钱，得把钱花在刀刃上。是，走走走。小镇长，你带我四处看了看，我觉得秦东镇呀，有很多值得我投资的地方啊。陈总，我不知道你们看好的是哪个项目啊？你看咱今天能不能聊下投资的意向呢？不好意思啊，好嘞，先忙。喂。三叔，是我是我，我们这边都准备好了，是不是现在就去啊？啊，不是，你去就去，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我忙着。好好好，您放心吧，一定啊给您办得利利索索的啊。行了好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一个紧急的电话。没关系没关系，别的还好，我就怕耽误我的时间呐。陈总，我们陈总分分钟上千万的买卖可是耽误不起。陈总啊，这个你们放心，只要是您真金白银的投资，我们肯定是真情实意的回馈啊，肯定让你们满意啊，包你们满意啊。陈总，但是不知道你看好的是哪个项目？我觉得里面那个白茶就不错，就是我上次喝的那一个。先期吧，我准备投资个1000万，洒洒水了。多少？1000万呢？陈总，1000万，您出手就是1000万了。小意思，小意思了。你我交个朋友嘛，政府那方面以后你还要多多帮助我啊。陈总，您的意思是？哦，我想在郑和搞搞大事业。帮你刘副镇长添添政绩嘛，政府那方面，你要多帮我了。陈总，您放心，这个忙我一定要帮。万死不辞，万死不辞。好好好。来来来，再加把劲儿啊！推一把就出来了，快了快了。老乡，谢谢你们啊。没事，不用谢。白总，您慢点啊。好了。见过不好的路，可没见过这么不好的。难怪呢，没人到这儿投资。不瞒您说，这也是局限我们黔东发展的原因之一啊。交通不便，真不应该成为影响黔东发展的因素啊。您说的对。不过白总，您放心，只要您肯来黔东投资办厂，路的问题，我肯定想办法。啊，罗镇长，你这么有气魄啊？什么气魄啊？我为黔东发展，为白总服务的心，倒是有一颗。谢谢。哎，没事。照你这么说，我家祖屋能保留下来吗？对。是啊，你们的祖屋可是咱们黔东镇的宝贝啊，必须留下。使劲儿的闹去。太好了。对，您看一下这上面介绍，对吧？说的就是我们黔东古镇，对古建筑的一些。董事长，看什么东西啊？看什么东西啊？老乡们，老乡们，我们是在宣传黔东古建筑的修复。宣传什么宣传？宣传？你干什么？你不要打人呢！喂喂，父老乡亲们，大家听我说，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个镇上派来这个毛头小子给忽悠了，啊！什么特色小镇啊，他才来黔东几天呀、啊、他知道什么呀？可是我知道他们这次来宣传是为了什么，就是为了把你们的祖宅全部都拆掉。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，我们不要特色小镇，还我家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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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干什么？什么？哎，咱不打人了，咱不打人了，咱不打人了。别那么快救人啊。你给我站过来去。
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作为领导干部，你竟然打老百姓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们告你去，你讲没有道理啊！你要告你告去啊！你等着，我一定会告你的。你等着，走，咱们走，兄弟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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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丁副书记，黔东镇出事了，镇上的干部与群众发生冲突，要不要通知派出所派些民警过去？你是第一天来吗？啊，你不知道廖书记的办事风格吗？回去，干好本职工作。请进。廖书记，黔东那边出事了，我已经知道了，要不要那边派出所派人过去？不行，那样会更加急晚吗？哎，车已经准备好了。老丁，我过去一趟。好啊，有什么事我给你打电话。好的，走吧。哎，罗镇长，看看这片竹林品质非常好，应该有30亩吧？有有有，这周边还有很多。我们这儿的竹子品质好，都是因为水好。这里的村民都喝山泉水。啊，是啊，如果在黔东建一个竹制品加工厂，原材料应该不成问题。是是是，咱黔东的自然条件这么好，您要是在这儿做一个竹制品加工厂，肯定没问题。嗯，来，你慢点。好的。喂，罗强，你现在人在哪儿？你知不知道你的镇上又出事了？你的干部把人给打了。啊？这事儿你赶紧给处理好啊！那行，我现在就回去。怎么回事？白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要不你回宾馆等我。好，没事没事。有什么事情好好说，有事好商量。大家听我说，大家听我说。就是这个黑心的镇长，收取别人的好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谁要不给他钱，他就会把你们的祖宅全摘了，而且他还指使。有什么事情向派出所说。请大家冷静，有什么事跟我说啊，千万不要冲动。交出打人凶手，你们的干部打人。大家听我说两句啊，千万不要着急，啊，这样，咱们还是先去医院看望一下伤员。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调查清楚。如果真是咱们黔东镇的干部违了法伤了人，我一定不会包庇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这样，这么多人去医院可不行啊，你们还是派一个代表。嗯，曾仁海是我们代表，你先拿去吧。好，行啊，那就你跟我们去一趟啊。去就去，谁怕谁啊。行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啊，你跟我走，跟我走，都回去吧。哦，好好好，行，你们先坐一下啊。先坐。慢点。大夫，哎，这些刚送来的患者情况怎么样？他们都是皮外伤，不要紧，擦擦紫药水，现在就可以出院了。情况不严重，因为我看他这种状态看着很严重啊。哎，医生。你说话可得负责任啊！这我们的人都伤成这样了，这怎么可能是皮外伤呢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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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罗镇长，罗镇长，小赵，这是咱们县委书记廖书记，廖书记啊，书记书记，就是他，就是他打伤了我们的人，就是他打的，你下次好了好了好了，医院不要大声喧哗，我来就是调查清楚的，啊，哦，你说说，到底什么情况？廖书记。我们设宣传点宣传黔东古建修复的政策，是他们黔东的手冲进来就打人。老张现在伤得很严重。老张受伤了？嗯，那位老同志伤得比较严重，全身多处钝器伤。他现在人在哪？现在人在那个重症室。带我去看一下。好。老同
同志，不要动啊，好好躺着。这是谁打的？那当时乱乱哄哄的，我也没太看清楚啊。曾胜海，你也是做儿女的人，对着这样一位老同志，你敢说真话吗？出去吧。不是，书记。出去。哎。好，你放心啊。医生，一定要尽全力把我们这位老同志给治好。好的。啊，罗江，哎，通知上阵的家属，好，安排好陪护人员，抓紧时间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好。哎呀。哎呀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摘了吧，都别装了，别装了，走。你俩也是，走，回家去，都回家。书记，你看这事，对呀，是对方先动手，那我们还不能自卫吗？对吧？书记。这事儿是我做的不对，您批评我吧。你先坐下。廖书记，我觉得常子轩没错，当时有那么多人在场，都看到了。要不是他拼力出手把那些人给打跑了，老张说不定就没命了。廖书记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表扬表扬常子轩同志，他这是见义勇为。你说的没错，但打人毕竟不对啊。爸，那要看常子轩打的是什么人。如果是不明真相的群众，那肯定不对。但是如果这伙人就是有预谋，就是想来下黑手的，那么出于对同事的保护，出于正当防卫，处处就没有错。是的。廖书记，哎，我正好有件大事想向您汇报呢。来，坐。哎。我这不跟这个澳门来的客商谈投资意向，他准备啊在黔东投资1000万。哦，哼，这是好事啊。行，那我知道了，我跟罗强再谈点事儿啊，回头咱们细聊。啊，哎哎，好。行。好。嗯。古建修复的宣传工作，你们一定要做得细致，要挨家挨户的去做工作，避免群众再被利用。行，那我多抽点些干部下去，这事儿啊，耽误不得。好，我尽快安排。白总电话，是来投资的客商，快接。喂，哎，白总，你好，哎，今天的事情实在不好意思，请您谅解一下。别呀，白总，能不能先不走啊？我去见他一面。要不这样，白总，那个我们县委书记廖书记正好来了，您给个面子，见一面呗。行，哎，我们马上到，啊，好，哎，我先过去。好，走走走。罗强，家庭才是你在外面工作的支撑，再拼命工作也不能不顾家呀。是是是，回头我立马跟媳妇道歉。嗯，走。这，嗯，这里的投资环境不怎么理想。嗯，好，有人敲门了，有什么事儿回去再说吧。哎，你们好，这是我们郑和的县委书记廖书记。廖总，你好。哎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今天的事儿，我得给您道个歉啊。廖书记，您这是哪里的话呀？咱们坐着说吧。好，来，好。今天发生的事情，我也看见了，非常敬佩您应急处理的能力啊。来，请喝茶。好。
白总，你千里迢迢来我们黔东考察投资，但是没想到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而且还波及到了你，我非常抱歉。这件事情呢，只是镇上个别人私心在作怪，歪曲了我们黔东建成特色小镇的规划和目的，蒙骗了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。其实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，所以产生了误会。但是这不会影响我们黔东经济发展的步伐。对对对，这是我们当地话讲啊，就是黔东的天气啊，就跟小孩脸啊，是是是，说变就变。你看这天，哎，是是是，雨水是。刘副镇长，哎，小曹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啊，你等一下哈，这位是啊，我和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我们县委书记廖书记的司机小曹。这位是澳门金泰龙集团的总裁陈总。哦，幸会。曹先生青年才俊，一表人才啊。对了，小曹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廖书记跟罗镇长在里面谈事情呢。嗯，你们这是找他们？哎，不是不是，我跟陈总我们有点别的事情啊。那这样，那我们先谈我们的事情啊。好，回见啊。回见。我们这里的资源特别丰富，而且政策也非常优惠，发展肯定会很快。嗯，不知白总以为如何？没想到廖书记，您这么开诚布公，坦然面对，并且发生冲突后，还能够亲自到现场。刚才您这么说，既客观，又不护短，这种实事求是，白某非常感动啊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有您这样务实的干部，黔东岂能不发展啊？白总，你也知道，政策是吸引投资的重要因素。我们已经出台了方案，在服务配套等设施方面，我们会更加注重人性化。只要是发展需要，不管有多大困难，我们一定积极配合。哎呀，廖书记，相见恨晚呐！您刚才所说。也是我们企业最需要的。既然如此，我立刻向董事会汇报，投资开发黔东。哎呀，白总，谢谢你。应该。白总，请您放心，我们黔东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好的，谢谢白总，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。啊，少红，这专项资金拨下来了，廖书记说了，特事特办。拨出了50000块钱，把罗强垫付的50000块钱给还回来了。少红啊，这次也是我们县里对不住你了，这个还得让罗镇长自己先垫付上，害得你两口子都闹矛盾了。哎呀，董县长，您看您这话说的，这事儿吧，我不怪别人，更不怨县里，我就是气我们家老罗。咱们都是女人，也都是做媳妇的人，你的心情啊，我都懂。这老罗也是着急，他也是为了工作。是，他呢是为了工作，那你说我呢？罗强可是我们黔东镇政府出了名的疼老婆的人啊。那天小葛大赛比赛，那我们都看出来了。比赛一结束，他就一直守在你旁边，让这些人啊羡慕的呀。他呢，也就是偶尔。哎呀，罗强啊，不是不顾家的男人，这次犯的这个错误，他也是为了工作着急。再说了，他怕你凶他，他没敢跟你说，那他不是也是心里有你，在乎你吗？这两口子过日子啊，时间还长着呢，小打小闹那是常有的，别因为这点事儿伤了彼此的心，那就划不来了。再说廖书记，不批评他了，说这种错误以后不准再犯，一会儿回来让他向你赔礼道歉。我看这次，你就原谅他吧，少红，啊。嗯，我听你的，董县长。好。这下好了，黔东的招商引资，算是打响了第一炮。黔东的物产资源没有问题，投资者更为看重的是地方执政者的执政能力。和轻伤重伤的态度和胸怀，罗镇长值得表扬。谢谢廖书记夸奖，我会继续努力。好，书记啊，
那今天算不算是下班了？算是吧。嗯，那您吃饭吧，我刚找地儿热过的。哎，你嫂子来了？你嫂子什么时候来？嫂子没来，她做的你喜欢的饭菜来了。什么乱七八糟！他们一中的老师来咱郑和支教，嫂子请他们带过来的。哦。哎，罗镇长，一会儿尝尝你嫂子的手艺。不了不了不了，谢谢刘书记，你赶紧趁热吃。哦，对了，你们钱塘镇的招商工作非常有进展，这一下就来了俩。是啊。哎，刘书记，你看要不要见一下这位客商？这一出手就是1000万，大手笔啊。嗯。好。喂，主持人，还忙着呢。当然了，你不陪着廖书记在外面干嘛呢？我这不是出来给你买宵夜了吗？啊，刘副镇长明天带我去见廖俊波。